在写《梦境》这张专辑的时候，反正可能就是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然后就梦到世界上有很多神，就是我们是可能台湾比较多神教的信仰，但不一定。但总之，我们自己是我们家可能是佛道教混合这样。然后我就梦到有很多的神，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开会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来，我们来办一个派对吧。”然后就大家就很开心这样，然后但是其实这个派对是为了要摧毁人类，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人类真的太过分了，就是破坏环境啊，然后让地球可能受不了，然后结果这些神他们就决定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巨大的存在，然后他们就在地球上展开一场就是乱舞的祭典，然后人们在地面上就是大家就被踩死。但是在我的梦里，就其他动物啊、植物都不会被宰，就只有人类就死光光这样。然后刚刚这首歌就是试图把这样的故事转化为一个没有歌词的状态。然后忘了提醒大家，我们虽然前三首歌故意表现的好像我们是一个有唱歌的乐团，但基本上呢，其实我们是器乐摇滚起家，然后我们。其实有大概一半以上的歌曲都是没有唱歌，所以如果有还不是很认识我们的观众，就是刚刚那首不是全部都是前奏，而是它是一个完整的曲子这样。然后也想要跟大家讲，2月23号我们在Zep 就是新庄的 Zep 跟东京事变的贝斯手龟田诚志一起表演。那这场演出就是非常非常难得，因为他自己来台湾的演出可能以后也
未必会再有了，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来欣赏他的精湛的演奏。然后其实我们还没有公开，但是我们有在跟龟田诚之就是一起写一首歌，所以就是在当天也会第一次表演这样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来看。嗯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